好，大家好。那现在的人不是常常就是什么肌少症吗？所以我推荐大家呢，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可以做这个叶子老师的超慢跑。好，他脚动作就是先没有离地，好，然后大概5分钟软了之后，脚后跟稍稍的离地一点点，好，然后这样子一直跑。身体的部分呢，就是稍微往前倾，好，然后平的，然后头这样子，哎，轻轻的、慢慢的配合脚的动作，好，这样子跑。好，那他刚刚一开始的时候，当然会有两个拉筋动作，好，后面也会有收空的动作，然后请大家就是搜寻，叶子老师超慢跑，好。每天都可以跟着做，这样大家就下雨天也可以在家里做运动。